四味便宜药改善脑梗后遗症，一个方呢治脑梗，既便宜又管用。如果你也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，先别慌啊，其实治疗起来并不那么难。今天呢就把这个小方子交给你，方呢只有四味中药：黄芪、当归、赤芍、茯苓。黄芪是补气效果最好的药，它比人参便宜，但是它补气的效果非常的好，称为补气之长。赤芍呢微苦寒入肝经，它可以清肝火，活血化瘀，清理血管中的瘀滞。当归补血活血，还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茯苓呢是甘味，利水消肿，同时还健脾祛湿，作用非常好。如果你也有睡眠问题，还可以用茯神，它具有健脾明心安神的作用。这四味药合起来用，除了有疏通血管以外，还能够健脾补气养血，脑梗自然就解决了。